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清谈国学歌风雅的主持人陈佳。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中华文化岭南风。岭南，得名于唐代行政区划的岭南道，指代南岭以南的地区。现在人们口中的岭南，是指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香港、澳门这三省两区。唐宋以后，岭南文化逐渐向北扩散，影响全国。岭南文化之于中原文化，可以概括为同归而殊途，正所谓本同而莫异。这里是韶关南华寺，供奉着中国大宗教家唐代禅宗六祖慧能的真身。慧能俗姓卢，广东新兴人。慧能凭借他一首有名的偈子，成为五祖弘忍的衣钵传人，那便是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后来慧能在曹溪宝林寺及现今韶关南华寺弘扬禅宗，主张顿悟。从这时开始，佛教渐渐注重禅修，禅宗成为中国后来佛教的重要流派，并演变成今天禅静双修的佛教信仰主流格局。陈宪章，明初广东江门人，集理学家、诗人、书法家于一身，因居住于江门白沙村，学者们称他为白沙先生。先生主张学贵之仪，独立思考。岭南学派由白沙先生创始，其弟子湛若水集大成，学脉源自程朱，而启发了王阳明的心学。先生是广东唯一从祀孔庙的大儒，有岭南艺人、广东第一大儒之誉。晚清时期，南海康有为和新会梁启超两师徒，是晚清政治改革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。虽然变法最终失败，但却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、思想的解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将一身妄想换到多少悔恨与和样，谁愿镜内照出孤独影，无奈往事落心上，心中有怀抱生因我怨天和样，谁宁愿恨慈悲心难高，奉相伴我恨，恨我心多所倦，万千劫搏住爱算，难斩断解不开
人世上情怀要抛到脑后，一朝我愿能上，暂度高峰暗自我回望，长路冷落百般心伤，风霜伴我行，恨我心多所倦，万千劫搏住爱与输，难斩断解不开，人世上情怀要抛到脑后，一朝我愿能上，暂度高峰暗自我回望，长路冷落百般心伤，风霜伴我行，长路冷落百般心伤，风霜伴我行。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设教，中西并重，这对当时的书院教学影响很大。后来梁启超在湖南主讲实物学堂时，基本上沿袭了万木草堂的办学精神。学术方面，二人都是对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。粤剧又称大戏，源自南戏，明中叶后在两广地区出现。乐曲是粤剧清唱的表演方式，现代乐曲始于民初，女伶开始登上舞台。小明星，原名邓小莲，后改名为邓曼薇，广东三水人，是1930年代著名乐曲评侯四大家之一。太后佢凭把横歌颂，一曲男音《痴云》使邓小姐享誉一坛。她的星腔腔调精雕细琢，嗓音感情细腻。星腔不仅风靡整个曲坛，也震动了粤剧界。今天星腔已传至第四代，成为乐曲中的挑梁之柱。日军侵华，广州、香港均已沦陷，邓小姐不怕受迫害，连同众艺人宣扬抗日精神。她用大喉唱人类公敌，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情怀。霹雳一声，惊破了和平之梦。1942年广州演出时，他突然吐血晕倒台上，翌日辞世，年仅30岁。时人感叹曰：“一曲秋坟成绝唱，可怜七月落微花。”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粤语歌坛不断涌现优秀的作品，
许多电影电视主题曲历经数十载，依然令人耳熟能详。千里早已偕足。